立场我们有了，等离职也有，等四千之后我们再来买东西。好，出发。我跟他讲话，再去租地。好了，射击场有那个奖励呢，要拿吗？刚刚才突然发现，啊，算了，已经回不去了。来，这边看一下。半人马，不是，应该说就是全人马。丢弃，不需要。这里吧，嗯，哦，没有，哦，看有什么东西。这里，哦，
解毒剂其实不需要了。这里，没有敌人。呵，大型铅弹。我们是用 R 型的，它伤害比较低。哦，一无遮不见，太厉害了！这新型线粒体可以连衣服都改变。MP 恢复水，好长哦！哎，上去。好，去找道格拉斯。有敌人吧，这里。会跑出一大堆。放，哎，对，那个声音也不知道是谁。去看电源吧。先 up， 我可以跳过，太好了。然后先去，打开这个。
好。说不定明天可以结束。六号房钥匙。这次我们要很好的保护道格拉斯的狗狗，也不能让它失去。我想拿他那把猎枪。可以先打开吗？还打不开。哦，来了！不要过来！我会暴击，散弹枪对他们伤害很大。解毒剂不用是吧？去二楼遇到卡尔。完全不需要技能。真好玩。现在有个东西可以拿，看一下有的东西可以拿。到阳台，哦，比较后面啊，在比较后面，哦 ，number 9，之后，看来是很后面，很后面。那我们继续，果然是久等了。怪物，
去用那个，翻上去。别闹！给你们撞，给你们撞！哦，刚好你进来，好，我们他进来就打。来，还有吗？爆桶，卡尔，哎呀，官方设定卡尔跟，哎呀，配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上去。尸体拿着的钥匙，居什么R的？出去，要走另外一边。先治愈吧。马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拿到那个？哦，我们回去酒吧，我们去酒吧。实时，恢复剂。没东西了。
地图。去玩这个的时候，也就代表我们的 AR 也蛮喜欢玩游戏的。柜台里面，看有什么。没有，好，我们走这边出去，把它打通了，之后就比较方便。居雅就是餐厅吧。我回去开。所以我第二天的时候才到这个进度。是一发、啊，哦，狗狗，好瘦哦，3:8，道格拉斯虐待动物。到了，这也就是道格拉斯武器店。这边也卖这两个，他也有卖啊。能量射击，能量球，那我们用这个。
P 回到最高了。接下来我看一下我有没有重要的。每个对话都会选，他会叫狗狗带艾雅去找东西。线圈，啊，去水井，我们要去水井。Flight， 好像叫 Flight。哦，你想做 Flight 干什么？水井，下来。哦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下来。好少 啊对哦，我们这一轮它是只有40%啦，60%哦，对对对，这是可以全血啊。好，我们去下面。好，下去先打隐形怪。按下开关。行。哦。使用刚好最大。这应该是开灯了。是大号全弹嘛，不然我们先用这个好了。
箱。强光弹。我们没有拿 P08 的话，它不会出现那个弹夹。走上去。打开了，什么都不做。哦，吃掉好了。好，准备进去了。被顶了耶，不要再顶喽，顶少女是很不对的。那个连射到底是怎么样？印第安手工制品，空的。我回去找道格拉斯，先补血。这有很多东西，没有。可以了，强光弹。吓我！
边没有敌人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打 number 9，在第一个房间找到腰包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看。我们先去跟道格拉斯要那个扳手。啊，先等我一下，去厕所。我去厕所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